不会耶。好，那我们先要先请 AN6 团员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AND。我是艾丽儿，我是 Lucia， 我是宇宙，我是终于，我是童儿。好，那我们谢谢 AND 来今天为我们的库马堂站台。那若龟千小小姐当然有为她的粉丝们准备了要送给 AND 的小礼物。来来来，我们的小礼物。AND 的成员有没有非常的开心拿到小礼物？非常开心。那有没有祝福的话要对若龟小姐跟库马堂说呢？有，首先我们谢谢就是库马堂邀请我们 AND 担任这次的嘉宾。那其实我们 AND 的团员们，就是我们都有在发了库马堂的资讯。对，那就是很开心，就是这个非常时尚、非常可爱的产品可以在台湾贩售。对，那就是也是这次的商品就是也都会特别就是。他讲这样不是。他一直在跳，他觉得镜头被挡到了，在跳。对，那就是这次的商品也都是为了台湾粉丝设定的台湾限定版。对，那也希望就是若龟小姐之后也可以多多为我们台湾粉丝造福哦，谢谢。嗨，对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们今天的 AND 收到这个礼物，当然准备回礼哦。大家知道端午节快要到了，所以他有准备了象征吉利的台湾香粽要送给库马堂跟若龟小姐。那我们来捕捉一个这个非常有趣的画面哈，库马堂拿着台湾香粽，若龟站中间，若龟啊，慢慢慢慢，嗨，库马堂，嗨，库马堂，来，我们给库马堂，库马堂拿着香粽哈，不是，来，帮我送给库马堂，挂在他的手上就可以，对，希望就是库马堂商品可以包装，谢谢，有点难挂，来，挂在他的大拇指上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给现场媒体朋友拍照哦。AND 的团员们，请大家稍微的小小的蹲下来，蹲下来哈。对，然后若龟小姐站在中间，我们欢迎欢迎。